心，规咱即马即个神啊，出定，将着清净的原心，转咱即马现世的心啦。这是相通结合，灵也本性，归咱源头啊，这个神啊，是咱将着先天的气入伫咱即马这个身躯内底，转伫咱上界明的心，真理的灵性，归落来。现世心，灵魂的天意，顺着通灵的圣理啊，上苍的天意，咱行的是顺心，一条先天的真意，无念话落加顺心。是咱一点天元灵，落加显的清，顺着元天的本意，咱只有行顺宝啊的心性啦。一点元天的心，是咱对着现世界的心。灵魂伊的天界，入定中，咱的本性，真理的天灵，归落来心清，灵魂的天意，落伫清界，咱的心性，上苍的本性。归落来现清，我以顺家的心意，顺着清净的心理，元天的本性，落伫清净中，咱的本意，是咱主要通天灵上天的灵性，对着现世心情，我有一条先天的本性啦。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有咱最主的心情啦。元天的本灵性，这是。清净中的天界，出定咱的本性，是以清体这个灵魂，落伫顺妙的心啦。我有照着先天的气啦，咱转回这条心。灵魂归到上法性，转咱脑中现清，灵魂归来是天意，表明道家是无心，上苍的天理归到来正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灵。归到清界，咱的心，一点灵性的天理，只有行回通灵的圣意啊，是咱无形的天性，最主啊现清，上苍的本意。咱以清落心，有咱无形转的清，对着先天的心，灵魂伊的法界，
只有通灵回神啊，灵魂伊个天性，一点有无啊的天理，清净中咱的元神，是咱主要通天命，带予咱归咱的元神啊，真理有无定心，转咱清原形，一点顺着先天理啊，回灵的天意，真元到心灵，咱回到正法的心，上创这个天界，回咱自在正法的灵气，顺道回来咱的心理啦。元天有见先天神，转咱无形的心意，将着通天无形界，学着正缘顺心明，是咱一条先天缘，落地出家心清啦。我有一点灵缘的天，阿母啊来讲顺家的心，是伊清净的天界，母娘啊入定自在，上苍的灵气顺着通灵咱的心性。元灵有无教，现咱清净顺心，灵伊的本性，恢复咱这条圣意啊，归咱元妙的心，转回元形啊，这个教是顺着先天的理调整。我即马即个通灵的圣意，是咱无形定调调，元天的真意，落伫顺家的心神，是咱本源的天理，行回通灵的元神，无形伊的本源性，静落来。则是先天灵，一点灵魂的天意，咱看有灵家罗神，有咱主要通天，咱回到母娘的本性啦，是咱一条先天神，阿母啊一定。这么稳，掀开的灵气，最主啊，这是先天心，灵元的灵气，顺着先天命啦。我有这条灵元的灵性，顺着先天的心意啊。真理的本性，落在清净中的元神。我有一条先天灵，打开我即马这个心，直通咱的天界，将着正法神带来啦。灵元有清醒，归落来。现神是咱本源的灵性，一点清的顺心啊，灵魂的天理，最主啊是心意。我以清净中的天界，恢复注定心来啊，
是咱本能的天理，落定这条灵气，顺着现世的心，我才有运这么啊深，天元伊的本性，对着咱顺家的天命，灵元的灵气，顺着通灵的心理，是咱无形这条心，看在咱这么顺的心，咱有元天无形界，落定这尊神，是咱这条先天缘，落在出家咱的心。你有照着先天的灵性，我再来讲着顺家咱的天性，上冲一点力，直通咱的心意。我有无形这条灵性，直通咱的心性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是咱行回这条脑神，这个原型，无形爱咱归宗啊，这个源啊。所以讲，我只有用到现主时，照着我即马这个心气，恢复先天的原本，我才有这样顺的心。灵伊个天灵，只有入伫我即马即个气，随着先天的理，进入伫我即马顺母啊即个心，将着先天的理，我探加顺着即条心意，这是咱脑中的天界中立啊。这个灵性啦，真法的天灵，普咱脑中的心意啊，元天有落正本性啊，灵元顺加现世心，晴天来到定法界，恢复正理通心明。元天有无定住，传来一条先天理，引导咱灵开啊。上苍有无性啊，咱来开元现世，是咱照着先天命，脑海中咱归心明，有咱这条先天理。直通灵家顺天啊，这是母啊的灵性，转咱清家定心，有咱这条灵气，转伫咱的现世顺利啊，真法的灵性，转到通灵。的天意，灵魂有咱顺命，归咱这条先天神，咱以清中这个天界，行回正缘这个神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恢复到清净中咱的本性。咱有顺家这条本领，再来讲掀开咱的心性，是咱一点灵魂。要来讲到先天地，这点灵魂的灵性，咱只有顺着通灵，阿母啊，伊的灵气。走向在世间，咱的心性啦，
这是清楚的天灵，悟到在世咱的心情。我有这条灵源经，再来讲顺驾咱的天神，顺着本源这个天地，我用原体无异啊，灵魂伊的灵性，因伫咱这条神顺天倒转来，这是咱的启程。内神啊，伊会当顺着这个理识起来，是咱有这点性，真理啊会顺定。咱有怨天无牛心，才有这么稳固的信义啊，是咱本源的灵性，开落来现世情。顺着母啊的灵气，咱就向清净咱的性，是咱有这条先天理，咱会是今啊精出来这个灵性，这口气咱的神，我有这条灵性，母牛到处拢存在。我照着这个天元，无这条灵性，因伫我这个心清净啊，真理的灵气，行回清净中的心，有咱回到无牛性，咱才有这样稳固，是咱一条先天性。转咱倒转来，回灵金母娘娘的天意，照净出家，这是清楚咱的灵性，直印在世咱的心情。母娘的法界，直印咱的自在，上苍这点灵性。只有悟出咱的天性，咱有行回先天理，最主啊现世心，真法的本性，开源通灵，咱的本性，这是灵魂的天意，清净中咱的道心。将着先天的本领，我只有看现世心情，拢是本源的心，我才有这样顺母啊伊的心，是咱清楚这点理，我行回通灵的心，顺着一点教。现伫咱这么顺的心，啊，这是元天元性，有咱主要通灵，一点灵魂的天意，阿母啊用心落原形，上苍的本性，只有转咱这么啊清净。拢是母啊的灵气，直通咱在世间的心境、灵魂的天界，归咱现世自在。我有一条灵源经，这世人咱会当现清，是咱无形。正发心，落地安定，咱的愿心，这点有顺的天意，咱只有向天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性。这世人咱看的，
本身灵魂伊个天界，定住咱即个气流通元天，灵魂伊个本性内定啊，咱即个气境，即是清家己个心，安平在世，咱个本意。大宝啊，传灵最基啊！这是咱学的先天的原性，顺着一条灵魂，恢复清净中咱的本，是咱一条通天灵，教甲咱这么顺的心，这是清净中的法界。处在咱遮尔啊顺自在，上冲一点意，咱看有清净的心，这是无形的天理，导咱清净这条心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咱的灵啊为大为主。这是咱的自性灵，无娘啊，伊要甲咱拍开，予咱直见直见。即嘛，咱这个信息，这是上界正当的，当下咱会当调整的，是咱顺着一条灵性，入定中咱的天性。无啊，伊会甲遮尔啊明。这是咱清楚一点气，现伫顺转来咱的心，真愿本意回无性，直转先天咱的原性。这是咱上界早的，所以讲咱是要复古，复回源头这个心。这才是咱的正念、正神入境啊！真理的本性开落来现世境，顺着一条灵，咱有一点灵气。这世人，咱用无形的心，是你行回清楚这个脑神。我有稳定这个天界，一个清净中自在，灵源伊的灵性，恢复通天的本性。你有一条先天理降落啊，咱的心是咱一条先天源落地。这么顺的心，是咱本源的灵气，咱行回通灵的心理。元天若无性，传达咱的先天性，将着一条灵魂，现伫咱的气顺，是咱有无啊一条灵性。这世人，咱只有通心明。我有一点灵气，对着我这个心嘛，拍开，直通咱这个心的光。这是咱原来就有啊，自幼应有的，永远拢是有的。这个灵光是咱度化咱的灵性。灵神啊，也顺恢复先天这条灵性，拍通咱的脑神。母啊，教我是定条条，这个区域，这个心内底的信息，是咱即马清练，咱的内白，咱的内通，咱的内静，要教你这条心静。
是咱即马救神这个线路尔尔，去通灵这个管道尔尔，这就是咱的道法。真心引咱集静中，化开无限的大，是伊这条先天性内定啊，咱的气神，咱的元是一点点啊，唔则讲做先天真一之气，是咱照着元体元神啊。你即马对真看静的甲。这么的中心点，咱拢是直接生出来，直接分出来、摊出来。元灵伊的本意，咱的逻辑啊来成，这就是咱即马的现况。我将着事实静甲正调，元天的灵性，顺着通灵啊，咱的心。是咱直通元秒啊，这个真能，这个生能，咱才会当阁复原。咱本生迄时阵，是咱要找出着原处啦，啊，这才是咱原生的所在，真理的本性，原能啊为主，显露是天意。路定是道心，元灵本意是顺命，带咱现世是顺家啦。一点有情的天，咱行回这么顺势，有咱主要通灵，阿母啊现的亲。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得通咱在世这个心啊，恢复着天性，顺着元体神，上苍一点力，行回清净的心意。我有落定的本性。转回这尊神明，是咱母啊一点力，搁再定住咱的神，是咱本源一点神，是咱取着先天神灵魂的天界，落定咱的神，我有一点灵元精。再来讲行回通咱的心明，阿母啊，伊的灵气只有对着咱的先天心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界，落伫顺家咱的心，咱有恢复这条灵性，直通咱的心境，元天。的真意，导咱开元回庙，这是咱的清楚一条心，灵元的本意，最主归零顺利，现在清楚这条灵性，咱只有顺加回灵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咱才有这么顺利。显露是上法界，上苍是本来，这是清楚咱的灵气，行回顺加咱的心，灵魂本意顺落性，转咱入定现世神，灵伊的法界，就用神的名体。今仔咱只有讲天，遮尔啊光，遮尔啊清，遮尔啊明，这个大的主宰，自然天所赐的，伊所有发明的，是咱行的原装这个天意，这个心应随啊
咱即马即个信息叫做无共，是咱即条先天理，证出着完整的先天意啊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七条条，咱的元神顺着这条灵性现落来啊，咱的本性。咱有这条先天理，再回转这条心，是咱这条先天缘落伫家己这个心意啦。我有随着先天命，再来讲清楚咱的脑神，这是灵元，这个灵气。顺着通灵，咱的心意，拢是安住这个天元。母娘啊，伊情感这么啊顺心，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性，就显到咱的心神内底。我有遵照这个天理，将着真法啦。顺我心啊，现出来，这是咱无形的天理，定住你即马脑海，即尊神灵源的天界，持伫咱为主啊。现在，阿母啊，有这条先天心，我才有这么明母娘啊的教。现在你这么啊顺的灵性，我只有亲身见老母啊这条性，是咱道家的天，大母转正咱的性，随着一点你，我只有跟随啊母娘啊伊的圣意啦。这是咱开源，咱的脑腔。因为咱要甲天共款啊，天空、虚空、星空，这就是咱在世。我甲这个心展开，我才有这条灵源的灵性，大量要讲的话语，积累啊，咱要修持这个要领，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性。行回通灵，咱的本性是咱顺着这条灵性脑海中，咱的出家，将着这个先天的意，咱将着原体原神直接公开，大母这个声号，现咱的天的真意，这就是讲道理呀、啊。元天的灵性，顺着清净的本性，阿母啊的灵魂，只有顺入来，咱的意，是咱一点灵源的心，咱行回这尊神，你有这点灵源的天性，我再来讲行出家的心。是咱本源一点理，是咱世界这么啊顺势。阿母啊，伊的法界只有通咱清楚的自在，这是灵魂伊的灵性，一颗现咱的心，顺着这条灵性，这个原形，这就是咱的真命。出自你即马即个心意，即个元灵顺加啦，是咱用着即马即个力，咱才会当出定你即个空间，即粒真心菩元灵的天意，落定咱的真性，顺着这么稳，这是咱的本源的灵性。本来就清清啊，咱就会当得见咱这个性啊。只要你心明，无垃圾，
无污点，无黑白想，啊，这就是咱讲通灵的本意啊。真理拢是家己，内锁内关啊，是要让咱这股气，这个神出窍，在世间咱就要通啊，通你才会当直入啊。老母啊，这条心，母爱心就是空的啊。天是空的啊，啊空是要创啥？甲母娘相通，甲众神相通，甲天相见，这就是咱的本性质啦。在世间，咱要勤练，咱要用着这个神啊，入正心，是咱这点灵性啦。神是明的啊，正心。就是明心嘛，啊，这就是如来啊，原性，恢复一点灵气，本性啊是自在，伊个真如啊是静条条的啊，伊袂乌白相啊，乌白叮当变形啊，是咱这个灵性，是咧这个精子啊，甲母娘相共，灵魂。一天意，落定清净中，咱的本心是咱稳定一点灵。阿母啊，予我顺定啦，是咱一条先天理，启动清净中咱的脑神。今仔咱只有明白家己的心，是咱的自心啦，你定会条。你所有吃的，拢是阿母啊，予咱的，所事所教，咱学着的，真理的本性，见咱清楚这个脑神，啊，这才是单纯的啊，和阿母啊相共，这个真理啊，真理只有一个心，只有共条理来传来用啊。是咱无第二个心啦，咧搞怪啦，咧作孽啦，真灵一天界，落伫清净中，这个自在，是咱一条灵源的心。世间无灵的修持，这是自然生，爱对着咱这个心内底，这个自在，你照着安尼。来讲，咱讲出来，照安尼来做，啊，咱就学甲成啊。原来这个无啊，这样心脉有碍碍啦。啊，你嘛莫阁加一寡，你要讲较好个啦。你惊讲无好啊，讲袂丰满，讲袂丰富啊。母娘咧甲咱教个，是上界普遍个，所以讲。咱要讲的，这个谱就是大，骗就是到处拢有。所以讲，随着阿母啊，要教咱这个资料，啊，咱将着这个教材、这个资源，安尼来家己教家己，这是上界普遍的大自然。大所生母娘，伊要教囝，这个大本经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咱要讲的清净，咱的神灵魂，伊的天界，一中咱的出神。我有一点灵元精，再来讲到先天，咱的无性，真理的天界，落伫脑海自在，随着一条先天命。带有咱这么稳固的心，是咱主要通天灵，阿母啊，直通脑海的心。我有行这点灵气，恢复到清净中，这是咱的本源性。教你这条先天性，灵魂伊的天界。只有清脑自在，
我有这么啊顺的天意，咱再来向阿母啊这个心，是咱这条先天的地，得通咱见原天的心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今母啊来讲这么啊顺事，有咱原天一点灵性。咱才有这条神主，今仔是神在做主啊，不是咱的意识在做主啊。神是天空所降的真能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啊，是咱用着天公这个圣意啦，老母娘娘啊，伊的传家，灵魂的天地。悟到正法，咱的神无形，伊的本源灵，定甲咱这么顺的心，是咱本灵的天意。阿母啊，回咱出家的心，咱有真灵，这个天界铺伫咱的元天自在，是咱一点灵气，世间向的。是顺天灵魂的天界，落定咱的灵气，顺着先天的心，咱只有向这条灵界，献伫咱的心内底内底，这个完整、完品，这就是咱的困境啊，这个完整啊。咱的下类，今仔咱要行是这个真脉啊，真宗啊，这个宗源，这个宗族啊，是咱一条先天的心，的心呐、啊，咱才会当传呐。咱有这个精慧，这个神呐、啊，咱现主是这粒种啊，你才会修炼呐。咱是对着无极天。对着这个大罗天，对着咱即马大金罗天，咱是照安尼找倒转来啊！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啊，无极的理天啊，是咱即马就会当讲真理啊。这个理天就是咧教咱的心嘛、啊，你爱行这条路线倒转来归元，是咱每一工爱读册啦，心内底啊。你爱知影这条明路啦，出口认着母娘啊，伊即阵神的光啦，是咱无爱搁伫这个半空中，这个气天伫遮转来转去啦。安尼甲尾啊有无？找无真理好讲啦。是咱要来讲着一世人，咱对着这个气。要入神出虚空啦！啊，你才有这个真理，来到这个无限、这个灵性啊，最神的正价啊！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啊，要来顺着先天咱的灵性嘛。神伊的宗旨，伊结果就是神呐、啊。所以讲，咱只有讲新鲜，这粒正心嘛，这粒真果啊，果品、果位、果台，灵源、灵气的天地，心中结成咱的莲池啊。母娘爱咱倒转来，莲池发挥啊，这就是咱每一个人，你这粒脑啊，池就是水啊。对咱的这个脑水啊，咱的智慧水啊，你的金刚水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有水啊，你这个热心有火啊，安尼才会当合作啊。这是咱青天的本性啦。阿婆啊，你讲的天命嘛，火克金嘛。金仔爱火来甲烧，伊才会赢啊！金仔生水啊，
啊，就是生智慧啊。啊，水再来过来吸火啊。你那个火在倒无？爱用水来甲压个火，生吸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咱要讲的是家己知影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性啊。直引咱清楚这个脑神的作用。今仔日咱学就是要用啊，用就是要学习啊。对青的，对唔知影的，茫茫渺渺的，你啥物拢唔知，一直甲你教，你一直学，学甲会晓就熟啊。我对这个物件真熟，我对这台机械真熟，对这台船啊，对这台车真熟，安尼我都驾驶啊，顺心安尼行。修行嘛同款啊，咱是咧练心嘛。要倒转来你这个原型啊，这只船啊，这只车，你倒转来原型，这个船啊，这个车就歪啊。咱记咧，逐天讲的这个话就歪啊，是暂时咧甲你导，暂时要咱讲破。你这条路径，你即马要行的这条路痕啊的指标，顺着先天的真意，咱爱是亲身。灵魂本意的灵性，开口转身入明，有咱直通这点缘，无啊爱咱顺着心，种种的积累，有文字的，有条啊字的，有规篇的，拢是咧甲你教用尔尔，拢是这个版本暂时的。啊，这就是咱要用这物件，有形有色的物件，要倒转来圆，你拢知影这个物件。啊，这就是咱真正的光啊！哦，光就是你拢所有知影，你这印度的物件，你的气库，哦，你即马这个法器，你所用的言语，啊，这就歪啊！遐是高高低嘛，引来引去嘛。拢是相对论的嘛，是咱的完完全全，这个心一量一质，会当行到这么平和，是咱太极的和气啦，啊嘛是太一啦，和合啦，真理的灵性，只有来讲到咱的数据，咱空空就是零，今咱就是零修，无物件。但是这个无，年久月深会生一，一就是阴阳包咧，一就无法度去比，吼、哦，无法度讲是非，所以咱拢是对太一、太极，这个天落来，真法，这个灵性，只有用一，一切真，所以咱拢是对一所生，无可能你对两生。因两是阴的一方面，三是阳的一方面。你有两三夹落，三两句话，好话歹话，你才会当生。你现主是为主，这是咱的天性啦。照着数字呀来演成。咱人啊，这个夜景只有你去唱数，咱重数字嘛。你有一万块，你有两万块，你伫遐叠叠叠叠，咱一千个爱二十张啊，是咱这个灵性啦。要活伫当下，咱的妙用啦。啊，这才会当输入到你真正记忆啊，你即个算盘，是咱凡世间拢用到算术啦。咱咧学诶，有无算术有无数学啊？爱学啊！这是咱知影这个天性嘛？数学就怎加减乘除啊？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咱要学会。咱做囡仔时阵嘛，读册时阵嘛，所用加诶，用减诶，用乘诶，用除诶，咱要起卦。嘛是爱用先天呐、啊，
乾对离尽，顺坎坤坤啊。乾是一啊，对是二啊。乾对离，离是三啊。尽是四啊，顺是五啊，坎是六啊。哦，来讲坤就七啊，啊坤就是八啊。你所有的豆啊，拢甲八粒八粒，尾啊剩两粒，啊就是对卦，乾对嘛。爱用先天来起卦，后天来逼卦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性啦。咱再来行回这条天命，是咱的算盘，是咱的脑海。你要行到真完全，所以讲咱有天盘，天是圆的；咱有地理，理是宽的，是咱这个方位、方尖、地方。方位，所以讲，咱有八卦，四个正位，四个角头，啊，这就是咱的方向，这就是咱的地理环境，是咱一点灵气，爱咱向的，则是顺天。咱伫地要合我天，爽伫八卦这个中，你会当爬起来，这就是咱即马讲的做九重天。有的用七情，我们说贪狼、奇门、乐尊、文曲，来到连真武曲破军，走左手、右撇两只手，啊，这就是九宫。八卦，你从这个中心起，这就是咱的正方位。所以咱要行至中，要行正中。啊！你都袂歪过自错，袂收钱呀？是咱即马即个真心话啦。母娘伊教咱即个指标啦，甲九天玄女娘娘教咱黄帝祖啊。迄时阵甲蚩尤咧修正，伊会当教咱的自然尊有无？甲即台车，伊的出入，伊的仪器，伊所有的这燃料。在仓库也供应，是咱即马在咧预测啊。咱未来你的准备啊，是咱慢慢来学。你这个神啊，会当超过这个光偌宽偌远，你家己会当知影嘛？啊，这就是咱即马咧训练啊，咱的体力、咱的心力，你爱去训练啊。照着咱原来这个猪牛，啊，你才测会出来这个标准呐、啊，唔是你用想的啊。是咱要来讲着诸天，一层一层的天，你逐天所接受的资料、资源，咱两个咧讲拢相共，但是这个意义内底是无共啊。你这个心境，你这个界外界内。只有你家己知影尔嘛，啊无你听拢相共啊。是咱即马家己预测，要验出着你即马未来啊，你这个真力啦，你即阵神伊会照耀，伊所有照的是外宽外远，有来甲武汉无、武吉无，你这个力无，恁拢是粗粗的力尔尔。深头啊，出来乒乒叫啊，到尾啊都无力啦，鸡都同款啊，出来乒乒叫好无？啊，都爱抄五宝啊，啊，到尾啊来无？肺流出来无？啊，都软去啊，爱退价。是咱无爱这么猖狂嘛？无爱这么逞强？暂时的是袂歹啦。但是你也有心去学啊，做机你爱怎讲？这个老师，你这个神主来教你是什么物件？爱深入啦，啊你唔当讲啊，我有一个主后边安尼，好草体就敢那真好安尼有无？只是咧讲勇敢尔啦，你阁爱有仁智啦，俩合理啦，智仁勇啊，天强就是勇啊，仁就是善啊。就是你的判断啊，安尼伤家己袂，
啊，别人咧看咧，会欢喜未？欢喜未？啊，只是你家己过瘾尔尔。是咱即马咧讲的，你爱刺激啊！咱真正会主碰啊！你讲的话，别人是听会入的未？啊，咱家己有服从无？咱的愿能，咱的愿意是代表啥物？啊，这就是进度啊！因为咱要倒转去修院嘛，啊，这才是咱的真理啊，合情合理啊，这个规矩啊，人拜神一定要做神嘛，啊，这是一个亏啊。咱人，你有这个判断，你才会当倒转去这个亏嘛，来补这个亏嘛，福缘补车嘛。啊，你无安尼补，这个天要哪圆？你这个脑神要哪有智慧？是咱。一点灵气啦，要讲到咱现主时的行为，真理的灵性，开发咱的先天神啊，咱有照着实力，这个实力，啊，这才是现实的哈。社会就是咧讲你正当时呀，你即马的粮草，你即马这个话语，有烫心一心无？啊，这才是咱真正的道路啊，道大，这个名利啊，真法，这个灵气，予咱悟出着这条心，这是咱清楚一世人，带咱的职务，开咱心嘛，这个心嘛的自在，自在着啥？你袂走正去啊啦，你袂糊涂啦，你袂阁行入着这个轮回。咱的六道内底啊啦，啊，这是爱家己自操的啊。你爱超越啦，你爱受着正统的训练啦，这股气你爱明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明白啦，是非善恶啦。咱咧爬起来，这个两个对论，咱爬起来绝对的，唔是相对的。相对是永远无结果的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啦，合一的作用。你也伫脑海想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行回咱的通灵，灵源本以顺道正，拍通顺家无让伊啊，是咱主要通天灵。今仔是伫咱心内底，这粒种子，这个下蕊，这个族群，这个群真，这才是咱咧讲的天意啊！咱人拢要做真人元君啊，所以讲咱才有真君啊，伫凡世间上升啊，是咱人啊有这个价，是你的理念这条路行有正确。显露实天法性，开源转理现世灵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源头。阿母啊，爱予咱用心啊来采，咱有行回这条灵性，咱才会当顺着通灵，是咱一点教啊，现伫咱顺头这个心。灵魂的天界，行回清净中的自在，有咱一点灵源净，我再来讲出现当下我的心，是咱元灵这个天界，是咱虚空对着神的明台啦。今仔咱爱是家己徛一条嘛。咱的中任嘛，你会当照着中央这个台顶，咱伫只运转，咱伫只学习，这才是咱讲通天嘛，效法着咱的天嘛，这个元神嘛，这个元性，拢是兑现咱这个规矩。安怎讲？咱是要行及格合格。这才是咱在世，咱的灵性。你会当开阔你的心神，
灵魂的天堂，虚空咱的主宰，有咱这条先天理，我再来用母牛啊的核心，拢是注定咱的天界，拢是接回咱的本来，真理的灵气，落伫通天咱的顺心。母牛啊爱咱这么安静，这是咱的天元本意。落伫家己顺性倒转来，我有母牛啊，这个真性啊，这着归空啊。母牛是伊公体嘛，爱大家嘛，大博爱嘛，大理啊，伫这里教育囝嘛，这着是咱福源福将天元的生能。咱这个心嘛，你才会当这么啊饱满。这就是要教囝，你的心嘛。会当受到完完全全，这个经历过啊，是咱照着先天，凡世间，咱这个十恶行歹果颠倒啊，所以咱有一个修真，无其他的念头，只有阿母啊这个教法，咱照安尼学堂啊，咱照安尼做，咱就成人啊啦，成人就怎大学啊。哦，是，咱人大汉啊，新生活佛啊，你所学到这个真理的抱团。